再来看代表民进党参加补选的吴怡蓉，嘛伫咧五点半的时阵，就家己宣布落选。伊除了甲对手王宏美讲恭喜，嘛安慰来协助选举的工作人员，志刚也阁有感谢伊的支持者。伊嘛讲，希望即届正向清气的选举，会当成做未来政治的主流形态。三年前，我们差了一点点，但是国家的挑战。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过去三年来我们一步一脚印的，我们大家持续的坚持，今天也一样，虽然我们又差了那么一点点，可是我们知道有太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不管是什么角色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我希望大家今天不要气馁，也不要太伤心，因为我们大家看到的是社会大众给我们的肯定，大家肯定正向的、干净的、理性的、欢乐的选举，这是值得我们